啊，还想骗我啊？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Emotional damage. 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这一集的话，打算要盖一间房子，然后盖那种能容纳所有 NPC 跟我的大房子哦。然后我刚查了一下，这游戏版本目前说 NPC 总共有29个，扣掉一些不能露出跟还有特殊条件的 NPC 的话，总共有24个。打算先把这边的地整平哦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盖吧。这边也要说再见啦。No！ 好了，我应该先找个一个点，中间的点哦。对，盖之前呢，有一个东西是叫标尺，可以开一下，会显示几个宽的距离啊。这一块中间应该算我主要工作的地方，就是熔炉啊，然后做东西之类的地方。我等一下就先把那个房子的框架先盖起来。1 hour later， 好了，现在房子的框架盖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把里面的墙壁跟一些椅子跟桌子给它摆起来，就差不多像这样。目前就先摆这样子啊，然后把原本那些箱子那些东西都整理的差不多了，之后再慢慢的改。其实我现在发现我盖的房子的外形还像蛮像汉堡的，哈哈，笑死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打算把那个但是该死的史莱姆 boss 哦，还有那个眼球，我被他上集搞得很惨啊，对吧、啊？时不时就被飞出来干死，真是快受不了哎。我先来盖平台，盖个。战斗平台比较好打架跟移动。好了，现在平台先盖这样子，差不多可以用这种长度去打了。然后呢，像是那个史莱姆，好像是打太多一定数量的史莱姆，就会生出史莱姆王出来。那现在他没有下那个史莱姆雨，还有一种方法是把它做出来，做那个史莱姆王的召唤物。史莱姆的话。先是凝胶吧，凝胶做对，像这种史莱姆皇冠，可以召唤史莱姆王出来。哦，它需要20个凝胶跟金冠哦，金冠需要红宝石。哇，不是没红宝石，对，没红宝石，好吧，尴尬，要挖矿喽，来挖。哦哦，哇哦，真的可以不用这样啊，还想骗我啊？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. 啊！顺便把这个下面这个是可以炸的，然后炸弹是那个会召唤这边的 boss 出来。OK， 把炸弹连到身上，哎，应该炸到。这里把枪出来，我记得拿枪还是子弹，应该的时候就会有 NPC 过来做。哟，军火商刚说完。这个那个，带枪的家伙终于过来了，买 ，OK， 东西都弄好了，现在开始准备打 BOSS 吧。哎，大王上不来哦。哎，才刚说你，那就快多了嘛。好，轻轻松松，继续打下一只。再来就是你的眼球，召唤。哎，不是哥布林的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。啊，早上了，好啊。哦，来了，啊，我的猫咪要死了。为什么猫咪死掉是那个声音啊？
当打败了哥布林军团之后，就会生成那个章鱼哥。我们需要那个章鱼哥啊，帮我附魔。他就在那个地底下哦，他被捆绑不了，我要去找章鱼哥喽。哎，找到奇怪的发型师，好，你有什么用？我想找章鱼哥啊，能找你吗？哦，喷进了，喷进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四五斤，哇，赚烂了，找到你上一个，啊，逮到你喽，哎，你看，哦，没事，啊哈，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个先买，哎，都买都买，这个他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工匠作坊，你穿着飞行，哦，哎，就是这样，所以。速度，哇，我没钱了，哈哈，好坑钱哦，占一个。吼，我是要这些东西干嘛？还有那种更快一点的，加15级而已，还行了，先付一点。可以，不要再坑我钱了，占一个。嗯，再好一点。哦，可以可以，这个不错。刚做了这些东西出来，可以显示那些各种能力之类的，像地表这种。我先做眼球，6个就可以做嘞，可以做5个眼球出来。现在晚上啦，先把该所有争议的药水喝下去啊。OK OK， 然后开始召唤，哦，出来。吃啊，吃我子弹！哦，可以可以，这个伤害。然后快速进第二阶段。哎呦，按下一。哦，所以，哈，打得好简单哦。这个我们先把全部眼球打完了，反正我还有6个可以玩。来，再一次。好、啊，还敢嚣张？下位，下位。好、哦，嘿嘿嘿。OK， 全部打完。来开咯，手持食物大视野范围有多大？哦哦哦，这么大啊！哦，他需要暗影鳞片哦。鳞片的话，应该是打那个下个 BOSS 世界吞噬者。OK， 那我接下来开始打下个 BOSS 啦，就是那个世界吞噬者。在之前呢，我们先准备一些工具跟炸弹哦，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盖个平台，对，这边刚好是符号地形，所以这边这个暗影珠，刚说暗影珠炸了3颗就会召唤 BOSS 出来，所以炸完直接立马送上去。这样来得及吗？不知道，先铺好了。之前呢，这是最后一颗，第3颗那个暗影珠炸掉之后就会生成 BOSS 出来。然后炸完之后，我们要马上上去这个平台上面跟他打架。然后拿这个大的，延迟时间会比较久。就开始炸吧。有了有了，来来来。I'm fast as fuck, boy。要上去要去。喂。我就成功了，成功了。好，拿这个拔蜡。先喝药水，开始炸，疯狂乱炸，能炸就炸。我死了，快快！我果然用射会比较快一点。
这个一不注意没多好就蛮痛的。哦，20D。好，所以打完了，把地上东西都捡起来。还有箱子时间。好，好像还好，我好像掉的蛮普通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先做装备。我们能做这个，做，然后全部装备。好，镐子这个也可以做，就有65%的镐力。认真吗？认真吗？挺好做的，除了装备以外，的话好像都还有。不然镐子再做一个吧。哇，传奇镐！哦，不错不错。啊，差点要被坑钱了。我们要找章鱼哥去附魔的。我现在可以做两个召唤 BOSS 的召唤蠕虫的两个出来，准备开打。OK， 再一次，然后召唤。啊，对，一样，再一次直接召唤。哟，先去哪里？怎么不见了？我从呢？what the？ 想打也不能打，是？好吧，那就召开这一代喽。啊，又是啥都没有啊！所以我又浪费好几秒水，然后找张一哥付那个枪好了。